IC Systems Stellar Architect 系统动力学应用软体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动态建模应用工具，可让使用者建立可以随时间推移进行模拟的系统图。透过这些图表，您可以更清晰理解该系统的行为并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 IC Systems Stellar Architect 可将问题的因果回馈建立输出成跨平台的电脑模型格式。有了电脑模型，我们就可以分析系统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系统未来最有可能采取的路径。我们也可以使用该模型作为决策支援工具，测试我们认为可以改善我们面临问题的不同方案，并找出哪些方案是有效的。另外，透过电脑模拟协助研究或管理者分享模型与协同作业，有利于克服对非线性与复杂互动关系的认知限制。经由各种模拟实验与测试，可降低实验成本，并能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系统的运作法则与行为特性，进而提升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与掌握能力。系统动力学的模型能帮助我们揭露潜藏的心智模式，让我们有机会面对、讨论、沟通、改变与改善，进而真正改善问题的症结。建立心理模型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正在这样做。简而言之，心理模型是我们建立和模拟的现实抽象，用以帮助我们从经验中理解意义，并做出指导我们行动的决策。虽然我们能建立心理模型，但研究表明，我们总是不擅长理解我们心理模型含义。透过 IC Systems Stellar Architect 建立与我们心理模型相符的电脑模型，我们就能够执行这些模型的模拟，来看看随着时间推移将会产生什么结果。特别是这有助于我们以宏观的视域了解回馈和行动如何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凡是具有众多因素与因果回馈关系的问题，不论它是属于哪个领域，皆是系统动力学所擅长处理的问题。例如企业管理、公共政策、环境、保育农业、都市发展、经济等。 IC Systems Stellar Architect 动态系统动力学建模软体都能协助您透过动态的模型做出更好的决策。您的直觉，我们的软体。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编号 28793967， 所有产品皆享咨询、支援及保固，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Cheer Chain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